来，新的 W500 来，我们今天来试一下它的在这个 3D 模式之下它的稳定度，我飞给大家看，比 X450 好太多了，好飞太多了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充电，降落啊，空气打开，可以接我们 OK，不会。好的。回皮。好，现在已经对平完成喽。按油门起飞，现在风很大哦，它都往背风往后吹着跑，看到吗？我们现在吊机，吹回去，哇，风很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飞出定义模式。现在在6G 模式之下，它是整个平稳的。哦，6G 模式之下，它是整个平稳的，因为它也不会做任何翻滚的动作，它平平的这样飞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切 3D 模式。好，切 3D 模式了。就可以做任何的翻滚动作，就很稳定，看到吗？急转弯，翻滚动作，三角翼模式会翻滚，会翻滚，看到吗？做任何翻滚动作。不会，他不会，范围算更多啊！啊？我说你玩的范围算很大，全面的啦。想大只，佮想细只。是啊，什么都要测试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好飞多了哦。啊，你看，刚有看我翻吗？很好玩哦，新的 W500。OK， 测试完给大家看，非常好飞，非常好飞 W500， 它修正了 X450， 它在 3D 模式之下不稳定的情况，而且 LED 灯它现在改为上下都有，对、啊、然后其他的遥控器也明显的改了，遥控器从原来的6颗电池缩小了，而且变成4颗电池，哦，非常好飞，嘿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而且它电池上放很大。那电池箱改很大，可以放到1500的，或者是1800都有可能。好，介绍完毕。